问个问题，问完就走。上次你说的，对弟弟无感是真是假？我认为我上次说的已经够清楚了。我对弟弟无感，这次听清楚了吗？你撒谎！既然对弟弟无感，为什么对那三个人有说有笑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对你这个弟弟没有感觉，不代表对其他弟弟没有感觉。 怎么，受刺激了？现在这里是不是很难受？我就是这样，所以别来招惹我。